我伫外口这听到恁冤家冤家咧变变叫，到底发生什么大代志啊？平当诶，隆重介绍，方向大师尤秀英。你来拄拄啊好，我要请问你一下吼，是安怎外亲家哦，毋是亲？是啥？是外亲家。是啥？嘉禄，你当来拄啊好啦，你甲恁爸斗相共啦，我真正互伊气到吼，规身骨皮皮。 我气甲要死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话说，你这肯定。再见吧。你讲的什么话啦？就是讲你无阿猫停，对吧？你无不得你的伤，伤人的伤扛出去，你敢讲？很冷静哦。你凭什么安尼做？你凭什么安尼做？我走袂开啊！哦，冷静啊，冷静啊。哦，哦，你即马愿意承认啊？吼，诶，包对啊，甲我如归半波，你什么？ 什么迄落迄落，你唔听到对不起，对不起对不起。哇，你别讲他。可是我是不是还有一句？卢斌，我改。你是因为跟罗一飞分手，所以你想要？嗯。嗯。就是为什么啊？ 我和圣杰刚一结了，我不准你和人家里寻找，我不准你离开我身边。原来这世上上要紧的人，一直拢在我身边，今晚已经三生有缘了，给我救赎的机会了。